学们，后天啊是咱们第一次家长会，请你们回去告诉家长，让各位家长按时出席，老师呢也会用短信通知各位家长的，都听清楚了没有啊？听清楚了。嗯，好了，学习吧。什么是家长会啊？笨蛋，家长会就是家长开会呀。那家长会怎么开呀？我听二年级的说，家长会就是老师跟家长告状，没收你的小镜子。要是老师说我胆子小，我爸爸一定会发火的。能吃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妈妈会让我读更多星期班，毕竟你一个还没报呢。我妈妈天天问我是不是优秀学生，万一老师说我坏话怎么办？周娜娜，你原先天天怎么说我们的？没事了，老师一定会是咱们好话的。你表现得那么好。对呀、老师当然会说你好话。对，陈果，你爸和你妈还没你表现好呢，你最不用担心了。你就知道说我们，那你呢？我不信你不怕。我当然不怕了，我爸又不会来，我怕什么呀？我妈妈手机里老师的电话号码设成图纸，这样我妈就收不到老师开家长会的短信了。陈果，你可千万别让你爸妈说漏嘴了。下面我要说的事情，你们谁都不能告诉我，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。有多严重啊？比你不化妆就出门还要严重。不化，那你快说吧。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两个可不许告诉他妈妈。你放心，打死他我也不说。打死他我也不说。怎么办呀？明天就是家长会了，妈妈万一说漏了嘴，那可怎么好啊？哎，我也担心啊，到底该怎么才能跟我爸说呢？哎，要是老师在我妈妈面前说我不优秀怎么办？我可要惨了呀，好担心。人工叹气有什么用？得想办法呀。明天就是家长会了。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呀？喂，爸爸。甜甜，你又闯什么祸了？我没调皮，我没捣乱，也没犯错误。那你在上学时间打什么电话？我这几天忙死了，跟你妈说我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，要是钱不够花了，下次回家再给拿点啊。没事儿。怎么了？你爸爸又没空啊？他干脆当别人的爸爸算了。哼。你叫你妈妈来吧，老师说了家长都要来的。不要。哎，要是我是一个孙悟空该多好呀，抱块石头来就行了。哎，你好点怎么说？还用问吗？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肯定又生气了。咱们得帮他，要不然老师又说他了。我们怎么帮啊？对啊，怎么帮呀？怎么帮呀？不行，拜托了，阿姨。拜托了，姐姐，麻烦您了嘛。你帮我们一个忙吧。姐姐，你有西装吗？你穿西装肯定很漂亮。有车吗？当天家里一定有好多车，最好多带点吃的。这么麻烦啊？像有钱人就行了。我哪儿不像有钱人了？你们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不是，明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有钱人。姐姐霸气起来真好看，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你电话多少？你干嘛呀？谢谢姐姐。大年好啊，大年。啊。
见。拜拜。航天爸爸。啊，来了来了。今天是陈果第一次家长会。我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亲自送孩子去，理由有三。我才不想听呢，果跟我最亲了，应该我去他家长会。第一，我是陈果的亲爸爸，我还是他亲妈呢。每天我都骑车送他过来。发工资了。我认识路，而你是个路痴。司机也认识路，而你就是个白痴。果果，你说。果果，别害怕，大胆说出你心里话。你希望谁去你家长会？这个谁去都行，我想自己去。爸爸妈妈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妈妈，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商量吧。我呢，得上学，我可不能迟到。哎，又到了这个时刻了。放马过来吧，小子。你可别后悔，嫁给你我都不后悔。哎，不说这个。我都问错了。原谅你了，那就别去了啊。不行。一局定胜负。耍赖皮。怎么叫无聊呢？家长会，进去坐吧。妈妈去找老师了，不知道老师会不会跟我妈妈说，其实我不想上那么多兴趣班。浩轩，你说呢？拜托拜托，别说我胆小，别说我胆小。您是哪位学生的家长啊？啊，老师您好，我是那个唐天爸爸的秘书，我姓周。啊，唐总没空，我来替他出席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唐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？有小朋友欺负他吗？老师们对他还可以吧？哇塞，他好厉害呀！糟了，我妈妈怎么出现了？你怎么也来了？他是唐天爸爸的秘书，你秘书不怕人一样的对手，就怕一样的队友。我刚到公司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没事，我给我老公打一电话。哎，对对对，唐太太，那个，您能不能跟我出来一下？我想跟你私底下聊一下。什么私底下不私底下的？等会儿啊。哎喂，老公，你那个什么秘书啊？好，我知道知道，何老师是那个秘书，咱们旁边聊一聊啊。好。唐天父母，何老师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再耽误你们一会儿。唐天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，他有他的长处和短处。他可能不是最优秀的，但是他很可爱，也很出色。不过他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我觉得唐天最需要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关心和爱护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对他的期望到底是什么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谢谢了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啊，你看看这个。唐天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唐天，等一会儿。唐天，我错了。
就原谅我吧。再这样，涨房租，又涨。谢谢你。什么是家长会啊？就是老师跟家长告状。春的生活美丽芬芳，那一身啼哭唱出妈妈的心房，咿呀呀学艺跌跌撞撞，你闪闪学步撑起爸爸的希望，像清晨的朝霞明亮，快长大，高高飞翔。